一般在大乘经啊，有一部叫做《朝暮客诵》，一般的道场，一般的道场哦，都有这一本书，叫做《朝暮》。朝就是早课，暮就是晚课。哦，一般里面一些丛林一边的道场呢，都有这一本书。那早课里面有念什么经，晚课有念什么经，这个里面呢、啊，归纳起来称为叫做朝暮客诵。啊，里面很多有普门品呐、啊，有这个弥陀经呐、啊，有药师经呐、啊，啊，还有八十八佛啊，种种的。里面一般的道场，我们会看到这一本书。那这一本书里面呢，有一部叫做《八十八佛》啊。我们印尼的道场啊，以前一般都有诵这一部经，在初一晚上，我们一般都会拜这个八十八佛。那八十八佛的内容，为我们说明一句叫做法界藏身阿弥陀佛、啊、叫做法界藏身阿弥陀佛。在八十八佛里面最后的一句、哦、你把这个八十八佛念完了，在八十八佛的下面有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念什么呢？叫做法界藏身。那你们可能对这一部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以前师父出家啊、哦、常常都念这一部，因为我师父的道场、哦、每一个初一十五都会念这一部经，所以我对这一部经很熟悉了。所以他最后的那一句，他有告诉我们法界藏身。那法界藏身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下面你就明白了。什么叫做法界藏身呢？法界藏身是指阿弥陀佛是法界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啊。而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是阿弥陀佛的别号，所以叫做法界藏身。尊敬的，你想一想，你念这一句名号，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等于是念什么呢？你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通通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了。你想一想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等于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全部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了。那你自己想一想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有多少？无量无边啊。你在大乘经里面，都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第九品，称佛名号第九品。你去这一品里面，你去看一看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诉我们，你念一句佛的名号的功德有多大？那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！今天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等于把十方一切诸佛的如来名号全部通通念下去了。你想一想，这一句名号的功德有多大？所以这个是大问题，不是小问题啊，尊敬的。
你要懂得你今生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为什么祖师大德告诉我们是稀有难逢的一天，你才能够有这个大福报遇到这个法门。如果你没有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，你怎么能够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个法门呢？所以你要懂得珍惜，要懂得去修行，怎么样去修持。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是阿弥陀佛的别号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是阿弥陀佛的本名啊。所以我们可以去思维一下，去想一想，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劝导我们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。这一句名号功德太大了。所以你看哦，弥陀经里面有一段经文，这一注弥陀经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可以说是最特别的。五问是说没人邀请释迦牟尼佛主动为大家说明，而且在这一部经里面我们看到一段经文，释迦牟尼佛问舍利佛何谓名为阿弥陀，释迦牟尼佛问舍利佛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称为阿弥陀佛，舍利佛在释迦牟尼佛弟子当中代表智慧第一，舍利佛也没办法来为释迦牟尼佛解答这个问题。释迦牟尼佛问舍利佛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称为阿弥陀佛，舍利佛没办法，只能听只能看，没办法为释迦牟尼佛解答这个问题。释迦牟尼佛没办法自己解答，在里面讲得很清楚的。所以啊，佛在大乘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看下面的，唯佛以佛方能究竟，非九界之力所能信解也啊。这一句名号的功德啊，只有佛以佛才能够知道的，我们九法界的众生是没办法，连那些大菩萨都不知道这个佛的功德有多大。只有佛的境界，达到这个佛的境界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连大菩萨都没办法了解。你想一想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一句名号的功德真的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尊敬的追同修大德，你有这个因缘闻到这个法门，你有这个机会闻到这一句名号，你说你的福报大不大？真的很大。还有啊，我要提醒大家，很多大菩萨求都求不到啊。你们有这一生能够遇到，你不好珍惜，那真的很可惜了。所以啊，很多人啊容易得到，不懂得珍惜，所以不会念。你看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净饭王临终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劝他修什么法门，只劝他的父亲赶快念阿弥陀佛，发愿念佛求生净土。净饭王问释迦牟尼佛，佛啊，你是人间导师，你的法能够帮助一切众生成佛，为什么要劝导我念阿弥陀佛呢？这个道理很深的。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。